成嘅呢個謝超傑咧就24歲噶啦。講呢次嘅世界比賽裏邊咧，係贏過呢個馬祖洛夫嘅呢個老將陳燦嘅，但係佢比嘅歐亞賽冠軍嚟嘅，阿韓選手。 中年嘅打法嘅，佢嘅手腕係好靈活嘅，所以佢嘅接法球特別靚。係啊，佢最正手幾靚？佢都個步伐都好闊㗎啦。可以講係頭一跳起，即一上升跳就打㗎啦。不過咧就即出嚟出得速度出得慢，所以就變咗新手。 佢唔細，佢同我陳龍山差唔多。佢話以前有一個人戴眼鏡，都打得幾好。佢以前係。佢而家都未遲嘅，或者佢一路咁樣。越打越好啊！放翻個頂嘅，佢側身嗰把好快脆啊，走得。接發球好靚啊！ 打試本嗰陣時咧，哇！一忽然間失準咧，就失好多波嘅。打快攻嚟嘅，佢個手腕一轉慢少少咧，佢就失㗎啦。真係之後嚟某次先嚟啊！但係威脅就冇咁大，喺個推嘅直線好靚啊！就後期就落直到北京。哦，所以我見到佢同啲球員咧，大家都係傾廣東話㗎。 係靚啊！呢下先拉得靚，走得比陳龍山快啊！係啊！今集輸咧，我印象最深咧就，不過亦都咧，因為佢下晝咧同瑞典隊啊，佢哋打得非常之燦爛啊！嗰個準決賽打到咧就結果係24比21，先至僅勝啊！同嗰年即係睇亞運會。 一個人攞3分啊！打中嗰時差12比14。佢嗰個手，佢直線呢把靚，呢把真係靚。可以打下直線，係。 咁啊，第一局咧就係謝超傑啊，21比13贏嘅。一個側身幾重嘅呢把，今日一板完全都未用過。係開賽嗰一兩分啊，曾經用過下咁啦。係21比14，咁啊，今集主要搶翻。三局比賽，喺個側身打斜線，咦靚啊！哎呀，位就係咁啦。 哇！你啦，你反手嚟啦！哇！你睇幾爆彩！拍完之後真係冇乜動作去準備接第二板，以為實贏㗎啦！接發球呢板接得靚，插得快又短，得好靚。啊！得啊嘛～ 冇手影啊！正手打，但係佢就快，好走得幾快，走得快過陳龍山。係，亦都因為佢靈活，可能嗰個反手好似就係唔見有啲咩，但係佢推檔推得好。佢推檔，佢係側身打正手㗎嘛。睇下，個接發球好。係咧，壓住你，哎，救到，哎呀！目前咧就係第三局啦喎，已經。 第二局咧就係今集朱怡贏翻21比14，拉起，哎呀，打一成，幅度好大，哇，咁大幅度嘅，成個人都係幾十，哎呀，冇晒反手啊，今集朱怡，關鍵時刻失呢啲波好傷。 失三球，唔係好大。
騰咗台下。 係，而家有啲名氣喎，咁要揾啦。機會。誒，落多啲碗，落多啲碗。睇翻點啫。嗱，想推到就得㗎啦。 減弱咯，打呢個長腿係咪？唔係，都係短嘅。打氣，中間，中間打直線。哇！點解要咁打直線？好，你打佢更強，仲打翻轉頭。再打，靚。 哇！你睇佢從右邊走過左邊，雖然20-15，15-20，打推翻咗21-15，咁啊，謝超傑。